哇，芹菜咁平，哇，喺九毫九子咯，苦瓜有九毫九，咁平嘅，特别芹菜点解会咁平咧？啊，有菱角卖啊，唉，终于见到菱角，不过好贵哦，四蚊鸡磅，四蚊鸡一磅菱角，哇，冇食菱角几廿年啦。OK， 吓，荷兰豆四蚊，哇！啲番茄又咁平嘅，哇！好少有喎，少於一蚊。哇！大白菜貴哦，九毫九子啊，咁貴啊！未見過咁貴啊，九毫九未見過啊！椰菜啊，四毫九啊！有啲好平，黃牙白啊貴哦，點解貴得咁緊要嘅？九毫九啊，未見過。芥蘭三蚊，但係好粗啊！芥蘭三蚊咧，小芥菜平，但菜心反而平喎。誒，有貴有平。絲瓜九毫九，價錢就平啦，不過好似唔夠嫩啫。哇！咁多人排隊嘅。上海白菜兩蚊四毫九，梗係貴啦！呢啲就西蘭花九毫九啊，唔算貴喎、啊。不過就嗱，葱係一蚊一扎啦。喂，日本南瓜咁平嘅，虽然啊有啲样啊唔系几好睇吓，表面啊，但系平啊，哇，系未见过咁平嘅，三毛九喎，离晒谱嘅。芋头仔又系平啊，芋头仔又系平，咁平嘅，唔知点解。冬瓜五毫九 ，OK， 买啲芋头仔先。南瓜几钱啊？